你把呢成熟的拒绝掉，品质最好哦。那我讲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我们特别来台北，把我们台东青色的，还有我们台东太平的，因为台湾枇杷的产地就在台东跟南投，那台东青色太平，南投国境，但是还是台东产量最多，台东产量最多，而且品质也是最好，品质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今天呢，明天两天。都来我们希望广场哦，一方面呢买枇杷，当然还有其他农产品啊，我们都卖。两位主持人哈，我们本会的主持还有东东，谢谢我们局长哈，从台中特地赶上来，听说刚刚在高速公路还爆胎哈。但是现在能够安全到来，要谢谢我们局长，好，还有我们今天的地主，我们的杨总干事，我们的陈秘书，好，我们的黄主秘，最重要是我们台北的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相信对抗疫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晒太阳。好，今天刚好风和日丽，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出来，好，这非常好。另外，对抗疫情就是要多吃蔬果，好，尤其我们时令的枇杷。好，今天除了枇杷以外，我也看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很多青农带来的，包括我们的香菇啦，好，还有我们的小番茄、玉米等等，好，还有我们最终我们的青色香菇也非常有名，所以今天香菇也在现场，好，所以说还有很多的水果，刚刚看到还有木瓜等等，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选购，尤其我们这个手上这个枇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从由头桂、二桂，好，我们青色地区生产的。它是在海拔800公尺的地方，哦，所以说它日夜温差非常大，这个是全国品质最好的枇杷，哦，所以说大家今天来对了哦，等一下我们就要把它送给大家，哦，让局长讲的枇杷可以润肺，哦，让大家可以有最好的抵抗力来对抗现在的疫情，哦，当然可以的话，如果说你买不够的话，这两天我们新社区农会随时都可以宅配。所以说，你只要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打电话到我们的新社区农会，我们随时都可以宅配上来到大台北地区啊，供应给大家。好，这欢迎大家多多采购。那尤其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菇类也不错哈，那这个直接在我们大台北我们的全联社都可以采购到我们新社的，不管是干香菇、新鲜香菇等等。好，所以说欢迎我们大台北的乡亲能够采购我们新社区哈最好的一个蔬菜水果哈。那也欢迎大家在疫情趋缓的时候，或者您可以自己开车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新社哈，来我们的一日游哈，大家可以到我们新社山区自己去体验采香菇、采水果。哦，我们还规划有一日游、二日游，所有的套装行程都帮您安排好了。好，大家只要跟新社农会一通电话，不管你是四个人、五个人，都可以成行。哦，我们都可以带大家去一日游，哦，来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风光。好，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也祝大家采购愉快，好，吃的愉快，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现在呢，来来来，我们